大家好，我是琪琪，又来到了我们奥运人物背包大揭秘的环节。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铅球界的一姐巩立姣，娇姐跟大家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铅球一姐巩立姣。巩立姣，中国女子铅球的历史缔造者，伦敦奥运亚军，北京奥运季军，七次参加世锦赛，拿下两块金牌、一块银牌、三块铜牌，奖牌拿到手软。没有人可以是小公主。更没有人有资格是小冠军，我就是冠军。表情包大王，短视频狂热爱好者。不要天天只有红花，想和你跳超短裙的恰恰，想跟你对恰恰。跑题了。不过这就是霸气、真实又可爱的他。不知道今天娇姐的包里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大家应该就是能看出来，我们身后的这片场地就是娇姐平时训练的主场了。那你说，都邀请到了一姐，然后我在人家训练的主场开人家的包，是不是有点太嚣张了？所以我决定今天娇姐你要不自己来，我怕等会儿开出点什么秘密，娇姐给我揉成一个小球给我扔出去了再。不会不会，我很温柔的。证明这个包里都是日常用的。对对对，没有什么秘密吗？这一打开就是这么大一个大家伙。对，就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水杯，它有两升，因为我觉得女人嘛，咱们女人是水做的，所以说每天呢必须建议大家一定要多喝水，我每天要喝两杯四升。两杯四升。对，然后这就是训练鞋，是我们就是铅球专项的训练鞋，这个底子，然后包括这个材质都是比较紧裹着吧，然后这样的话更容易发力，所以说我们在投球的时候必须要穿这个鞋。是你自己喜欢的颜色吗？对，我喜欢黄色，因为金牌的黄色。哦呦，天哪，超牛！然后护腕，因为这个是每天我们要投球的话会带护腕，然后包括做力量，因为它力量很大，就是这个后挺强度是150公斤。150公斤。对，所以说要保护好。那举起来我岂不是轻轻松松的？举你三个。举我三个。然后就是护膝。因为这个现在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东西，因为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吧，然后我现在包括膝关节也是最严重的，就是膝关节它这个磨损啊，包括这个炎症，就是时刻影响到我这个发挥吧，所以这个是我最重要的东西，自从戴上这个就再也离不开我了。我再也离不开他了，应该说是。对，可以说训练中的神器了。对对对对，这个是肌贴。对呀、啊，但是这个是我第一次见到上面有国旗的肌贴，这个肌贴好漂亮啊！漂亮吧？这个真的好漂亮。是。肌耐效贴布及运动贴布，主要是为治疗关节和肌肉疼痛而开发的贴布，它的治疗作用有缓解疼痛、改善循环、减轻水肿、支持放松软组织、增强关节稳定性等。哇，这个戴在场上是不是特别不一样？那肯定的，时刻有国旗挂在身上嘛。然后还有这个胶布，是因为我们投铅球嘛，它拨球的那一下会把手就是弄成死皮，会很疼，所以但是它把这个胶布粘上去之后会好很多。然后还有就是剩下就是护手霜。哎呀，护手霜。对，女人嘛一定要多保护自己哦。哎，这个我注意到它是什么味？玫瑰味儿。玫瑰味儿的。你如果用一种花来形容自己，觉得自己是什么花？什么花？我觉得应该是仙人掌吧。仙人掌，60年开一次花。你别看现在五大三粗的，其实我也很温柔。呀呼！那就是我手机了。手机，哇，这个手机好可爱啊！这个是自己做的吗？对，这是我师妹帮我做的，然后她就是送给我的，根本不像我的嘛。你觉得这个是符合你的风格吗？平常我觉得，因为我比较喜欢小孩儿。哦，可能年龄到了吧。那娇姐，我知道你在场上都是非常霸气的。如果
分别用四个字来形容自己在场上的表现和自己平时私底下生活中的性格。嗯，先来场上。场上应该是生龙活虎吧，我觉得。生龙活虎，对对对，我以为是霸气全开这种。没有没有，我觉得就是觉得，就是每次就希望能在比赛中能调动起来吧，就是必须有得生龙活虎那种，就活泼一点，对，活泼一点，对。那场下呢？特别可爱。没有，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以我这样肯定是外向，其实我要自己的话，我是很内向的，对，所以我在下边就跟小绵羊那种感觉似的。那今天非常高兴的打卡。等会儿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呢。还有哦，对，这个小熊是我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时候买的。为什么我要挂它呢？因为，我要告诉自己时刻，因为我的梦想就是奥运冠军，时刻告诉自己，我现在是奥运会第二，我要向冠军努力。我看上面也都有磨损，应该是经常拿出来会看，然后会回忆自己当年的一些表现，对，然后时刻的警醒。没错。今天非常开心能够邀请到娇姐和她的包，然后来展示了一下场上非常霸气的娇姐生活中是一个什么样子。那这一期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再见吧，拜拜拜拜。